剪个精华，一般剪辑。我有970页，哦哟，干好多、哦。只有我认为这频道不应该存在，这种内容就是。看了梦创蓝妹，他可以改单眼。来了，大中癫聊天室，大家都会称呼 VTuber 婆，或是请 V 穿丝袜踩他们吐口水什么的，太恶了，太懂。挖矿也不可能，就一台电脑和20000的存款，根本什么都做不到吧。那就先试试看当 VTuber 好了。先花个15000，我干，存款的3/4直接砸出去了，很敢哎、欸！我操！先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吧，如果15天内还没有达到1000订阅，我就回老家种田吧。大中初配信，这样可以吧？第一次谈话比较好，先让大家认识你。噔噔噔！哎呦呦，心情会增加哦！哎呦呦哎呦，状态还在烂，我看看50块，50块，初见台主，我先一般剪辑看看。哎，哇，只有10个人看，那什么屁？我有些屁，我、哦、看这个作者很懂哎，浪费我的时间等于，哦，出道即毕业，太神了 ，bad， 我跟订阅数还僵了、啊，我们现在也没钱，所以我们只能全力直播。哎、欸，有了，有119块，有够热，拉 GG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有两个 SC， 好不好？有119加117，然后只有一个人说我很垃圾。哇，119耶，好多哦！初见台主，安安第一次看台。是是是是，我没有钱了，重大告知。背心3点之后就重大告知，剩下1525可以去买天岁之孝道积学学怎么种田呢？然后明明是自己买给自己玩的，说是观众送的，谢谢热心观众送我游戏，大鱼。斜线，小鱼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完了，今天人数怎么这么低？没有人要看了。懒教台可以援助你，你应该知道要怎么做吧？直播什么的有在做吗？这样有没有？这样脆不脆？为你付出那种伤心，你永远不了解。这样给他唱下去。初见台主，有89，爱了，哦呦，好棒的台，今天跟大中水一起玩，哎、欸，大中水票房毒药，连100人都不到，好啦，大中癫存到的钱拿去可以买锄头了。恨呐、啊，票房毒药。阿水，你怎么搞我？好，就在这个时候砸一个大的，赶快来改变我的服装，大姐姐的感觉。所以说，人心中就是要回到故乡种田的。我不要种田。这游戏可以打工啊，大哥，花2体力赚5000元。仔细看训练里面啊，苏苏，真的假的？
完了，我现在才发现有一般打工。改名大众田，大众田，你妈怎么给你取这种名字啊？快点回家种田吧。不怕，如果我们这次真的凉了，我们下一只就叫大众田。种田自由配。来跟主播告白，初见台主，谢谢大家凉了。种田自由配。连结局都不给大中颠转身大众田，我们大众田是不会放弃的，可是那个外观要换一下，不然这样怎么叫转身、哦、这样会不会中，这样会不会中种田里沙种田种到疯了，大众初配信，哇啊！哇看，哇哇操！这个这么重哦！能力有继承？怎么原来是继承哦？原来是转身哦！大众出歌脆啊啊！要加什么 ？Pico 不行 ，Pico 啦！不然我们抄人家的屁啦！完了，唱歌好像不太行。唱歌，哎呦，看看唱歌飙到300。我看唱歌可以、哦、又降下去了，那个应该是有人揪团，一看到这谁、啊、就跳掉了。唱歌的时候突然好像吞口水，这时候啊等等我吞口水直接停止唱歌，用高超技巧边唱边吞口水，高超技巧，哇姿势增加了 105, 太神了，主播台就是好看啦，起看啾啾，这样屌不屌，这样屌不屌，好不好，小看一下就好，小看一下就好，哦呦，哦呦，我干，蔡英文就是屌哎、欸！他聊天室好真实啊！哦呦，哦呦，我干，好棒的台！我靠，我靠，不会总统哎、欸，可是没人要看哎、欸！跟和刚认识的 B 点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对方自己开了黄腔，搭枪一起上称，上称，完了，怎么办？啊，蔡英文给我那么多 AC， 可是票房毒药哎、欸，这样子。很尴尬，哈哈哈剪个精华，一般剪辑。我有970，哦呦，干好多、哦。只有我认为这频道不应该存在，这种内容就是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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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那个名字要规避一下，恶灵骨牌。好害怕，我可以来陪我吗？好害怕哦，可以来陪我吗 ？QQ， 好像会中哦。游戏风格跟玩的不一样，不习惯的观众开始发出怨言。三，当然不要啊，情绪勒索。你看，我有看，我看情绪勒索有效哎。干！我情绪勒索只有830欸。那我们普通剪一下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。我干，关关数好低。Bad， 看订阅数还降了。情绪勒索错了吗？啊！碎碎碎碎碎。完了，聊到自己最近喜欢的东西，观众反应平平。是继续情绪勒索啊！好啊，这么冷淡，看来毕业的日子不远喽。重点还在烂，完了，反效果，我要凉了。大众出 B packs， 做做合适。笑到才喷出来。玩游戏的时候放了 A 技能，跟观众留言不放 A 技能，我放了，你傻是不是？
你瞎是不是啊？我人数降了，今天也要努力 BPEX。游戏的按键操作反人类，根本没办法好好操作，下次一定捶桌子。他们敢不敢再难一点啦、啊？一或四，一或四，四好了，四。有，哦哟，干干有中哦，有中哦，哦哟干，我干飙到946呢，碎啦碎啦碎啦，真的有收入，看着户头变多的钱，不禁觉得自己有种变红的感觉，太爽了太爽了，千人订阅台，下一次开台一定谢，千人感谢祭，大中初感谢祭，大众感谢祭，这样，差点讲错话。画面上这个女孩叫胡桃，是最近比较红的 VTuber， 粉红色头发又穿制服的 JK 系 VTuber。粉红色头发又穿制服的 JK 系，好像可以抄哦。真希望有一天能合作，15天内达到5000，我就回人家正题。不得不说，我们主角应该思思念念的种田吧，怎么样都想种。有哎，哦，我看好屌哦。有料有料，观众想问自己和其他 V 之间的关系和一些业内八卦，不行不行，职业道德绝对不要透过你去道人长短，这种时候越官腔越客套就越安全，我们现在懒觉还不够大，是玩了凉了，太官腔了，几百免看了。那然后昨天的这个那个精华一定要剪，请这个强力剪辑，这个叫容猫，那叫硬猫康好了，靠你了，硬猫康，我看硬猫康剪起来真的有戏呢，他准备是有内杀手，我看硬猫康有差呢，很硬呢 ，Great。哦，不愧是硬猫康欸，剪了一个沙小，现在可能还不够力，那个知性真的有够低，我们去增加一点知性好了，多看一点书，读万卷书怎么样？不想走路，多看一点，多看一点。啊，你有看那个大众田吗？很无聊欸，那种人怎么不赶快毕业啊？真的假的？我有看欸，真的很无聊欸。你旁边的那个打工的同事在你旁边哭吧。自信心都开始降了，加把劲，有，小打一下，小打一下，在啊，哦，对，没换到字，我的错，哎，不行，这样子可能有戏，这样子观众就会进来跟你说再来干，哦，有上五百了，上五百，全部都跑进来再来干，这里是不是每个竞争？敢不敢再难一点啊？生气生气，这个时候暴怒，这个时候暴怒会不会中？平平哦，谢谢大家，暴怒没中，凉了。再拉干。好，我们来今天找一个硬猫康来剪一个暴怒精华，我觉得还行啊，沙丘。那我们今天玩那个滴滴滴。不行，这样像暗黑破坏神。我们要换一个 DOD 像嗜血龙骑士。妈的，怎么那么难去 ？Deep Dark Fantasy DDFF Distia Final Fantasy 看 DVD DVD DVD， 知道这个梗的人应该现在都30了吧？我干这个 Day High， 我干破千了，哇！哇，太神了吧！玩游戏的时候放了 A 技能，但观众留言不放 A 技能，你瞎了是不是啊？该来你瞎了是不是啊？这种台还再烂，完了，我没有恶意啊。这里是不是蛮紧张？凉了，
太紧张玩的时候不小心发出尖叫，太爽了。抽传家宝，这样这样看，哇，好长哦，天哪，凉了，这波怎么什么都没有？这个时候还是请硬猫康来捡一下。我干一万三呢，哇，我第一次破万的，我不如看小学生音乐课这里，我不如看老高和小。老高，我有有，干我91呢，我情绪只有19 ，EQ 极低，哇，被人家嘴我就要暴怒，关你屁事啊！告你野猫康，今天的标题就是种田配口茶所以啊，海主真的很优秀，七主播的台就是好看呐、啊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放了没，好六探哦，六探一下，六探一下，完了，我就放了没也不行，有够垃圾，